好，我这边先预告啊，这个等一下我们。所以为了各位的安全，等一下底下那一排我们会把这边全部进空，全部进空。那现在还不用，等一下正式比赛的时候，下午比赛正式比赛，我会把这边全部进空。那请大家多包涵，因为。